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 UP 主的频道。你们也看到封面了吧？那就是全新的 A4 机箱升级版旗舰版 i100 Pro。但是呢，这次品牌并不是乔思博，而是 Jones Plus，也叫乔物一家。这个品牌呢，是乔思博旗下新成立的一个品牌，专门做一些小众的产品，回归产品之本质。就比如说 ITX 啊、A4 啊这些，算是比较小众的，但不能没有。所以乔思博就创立了这个品牌，不仅要做好少数产品，还要做一些创新创意的产品。当然了，这期视频我本来录制了2个多小时，要剪辑成几分钟了。但是呢，录制完之后发现，哇，音频全部丢失了。所以说，我现在说的这段话是后期配音的。我现在喉咙很痛，因为刚刚已经讲了2个多小时，所以说，不打算再重录了，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些页面吧，我就不讲解了。对的，没错，我原本呢，连 PPT 啊，还有产品的细节啊，各方面都讲得很仔细、很清楚。好的，本期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喜欢的话，不妨点个赞，加个订阅哦。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呢，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。那么呢，也不要忘了关注 UP 主的 IG、Facebook 还有推特哦。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